修修行。这个手机好多了，看别弄了，这个。都是老手里的。哎，回家走走哈。栾了，烧完了。哎，哪里？天哪，这不得了嘞！我靠，这就是今年5月7号的天灾哟！你们大家看到，我靠！ 看这冰雹啊，也饿不饿？一晚到现在了，一天就下到现在了，看这冰雹真大，看看可想想一晚那冰雹大不大？一场暴雨之后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船都是水泡车，船都变成水泡车了。现在调涨是已经是就是，已经是一个就是一直要存在的了吗？哦，那不是，是给他的吗？我想问问，那个是给他的吗？好像不是啊。 这是啥情况啊？不知道呀。这是瀑布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是啥？这是。爆管了！爆管了！这么大的水！水鳗鱼，我靠！水吧。哇！水！水！ 这咋做啊？啊！我操！哇！我操！哇！吓死了！我的神呐！吓死了！车没撞上吧？我操！ 录我啊！不录你们，给我重说一遍。不允许。你重说一遍，我就需要。我卡密码忘了，就需要什么来？凭什么？你松了？等会儿你要干啥？我密码忘了，谁没拿房产证？没有房子，我怎的？我改不了密码，钱白扔了。我耍怪呢，我密码忘了，还要拿房产证。男子带身份证去银行修改密码，结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，最后竟被告知必须要提供本人名下的房产证才能修改密码。 而听到这个奇葩的要求后，李先生顿时火了。他马上质问工作人员：“要按照你们这个说法，是不是没有房子的人就不配来银行办业务了？”可工作人员却不管这些，扬言拿不出房产证就赶紧走人，别在这影响他们办业务。说完便直接叫号下一位。见对方如此猖狂，气愤的李先生直接拿出手机拍摄。见储户敢拍自己，气急败坏的工作人员二话不说就上去抢手机，并警告李先生赶紧把视频删掉，否则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 你好，我想办理一下提前还贷，一次性结清，你帮我走一下手续呗，谢谢啊。你先把这单填一下，现在银行额度吧，这名额比较满，你先把这单填完回来走一下流程。可能差不多得2个月吧，然后你看看2个月以后再来。现在还贷这么难吗？是这样的啊，因为我这边现在做生意可能要破产，我想着留下这套房子吧，提前还了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提前还一下？不是，现在银行额度吧确实比较满，我们这边吧能帮你催一下，但是催吧可能也差不多得2个月。 啊，要我帮你盯着流程。那行吧，你真的呗，你给我开个证明呗。证明？对。我给你开啥证明啊？就是写的证明，就写我今天过来银行还款了，我是愿意优先还款的啊。但是就是你们银行各种原因不让我还，如果我下个月破产了的话，没有办法继续还房贷了，那你们银行是不是就是也得负责任？因为并不是我不想还啊。你说行，等会儿吧，我给你找银行反映一下。行，好嘞，麻烦你了啊。2 hours later， 我这边跟领导沟通完了，你把这个单子签了吧，然后那个签完就可以。你看啊，我看这个上边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怎么还要付1个月违约金呢？咱之前不是写那合同上不是写满1年就没有必要再支付这个违约金了吗？不是女士，你的问题有点多吧？我们这边帮你加急处理了，已经领导已经申请了，就收1个月违约金。 这个银行也没乱来，有啥不放心的呀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就你们这儿啊，提前还款，这人多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这个轻轨，咱们就按照合同可以吗？还是说你是想让我打一个就是12378医保件，我到底问问有没有违约金这个事儿呢？您觉得呢？是真多，你等会儿吧，我跟领导去申请去。行行，您受累了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吧，你把这单填一下，填完单就能正常还款了，也没有违约金了啊，直接签就行。好嘞，谢谢啊。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2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曝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3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 经9蒸9曝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1年4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